成都帅哥辟谷第五天饿晕撞车。前段时间这位帅哥呢是为了减肥开始辟谷，辟到第五天开着他家路虎出门，在温江的光华大道上突然晕倒在方向盘上，脚呢还踩在油门上撞到了路边的车。医院诊断晕倒的原因是低血糖。最近呢连续辟了几天谷，可能血糖也比较偏低。看到这条新闻大家一定谈辟谷就色变吧。敲黑板画重点了，没有做任何辟谷准备就盲目开始辟谷，这很危险的。踏踏实实做好辟谷功课，辟谷期间的状态是这样的。辟谷第二天，今天走了20000多步。辟谷第五天，开车接娃放学。辟谷第四天，再给老公做饭。